因为很多人说，老唐，你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，其实是很大关系的，跟每个人都有关系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来到这个社会以后呢，我们来到这个加拿大这个社会以后吧，其实呢，大家都知道加拿大这个法治社会，什么自由社会、人权社会，但是呢，这都是非常表面的，这是对谁的问题？对白人，他是个法治社会，所有的 case 就所有的案子，通过 settlement